欢迎来到 Roca Shanghai Gallery 参加首届中欧建筑邀请展。很荣幸今天这么多的建筑界的朋友都到场了，感谢各位新老朋友们的到来与光临，共同见证这场充满包容、平等和对话的开幕酒会。我们所有的参展建筑师们背景或多或少可能都跟欧洲有关系，从欧洲的这个建筑师的选择里面呢，同时我也试图去寻找他们跟中国的关系，因为文化交流是这个展览的一个特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是一个有品质的在研究指导下的这么一个建筑展。3 2 1，我希望这次展览不仅是我们专业那一次大家相聚相处能够互相学习的机会，我也希望它能够让我们在这种巨大变化的当下以及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能够感受到建筑的力量以及一种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发布给我们中国的建筑界也好或者当代建筑圈也好，我们想传达一个理念，希望我们能够用原创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来去面对我们现在的以及我们的未来。那我希望这个能够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起点。